因为我和堂哥一家偷了叶灵婉的孩子。唐美琴今天的心情很好，因为在她的故意诱导下，院领导终于想到了前段时间来卫生院闹事的那个男人。院领导在报案的同时，也将这条线索上报到了镇里的派出所。就在昨天，派出所那边传来消息，说案子破了，纵火犯就是那个叫冯六金的人。得知这个消息后，唐美琴的心里终于松了口气。眼下不但纵火案有人背黑锅了，而且也将卫生院的档案室烧了，所有的档案都付之一炬，以后谁也不可能查到当年事情的真相了。只是唐美琴的好心情并没有持续多长时间，就在她快要下班的时候，一个流里流气小年轻来到了卫生院，并拦下了她。唐美琴以为是遇到了二流子，当即怒声说道，你闪开，不然我喊人了。然而小年轻却呵呵一笑说道，你不用喊人，老子对你没有恶意，只是你儿子欠了我们老大1000块钱的印子钱，我们老大让我告诉你，让你现在回去筹钱，晚上9点前送到镇子外面的山神庙，要是见不到钱，你就见不到你儿子。唐美琴顿时吓得浑身发抖，刚想说话，那个年轻人便直接转身离开了。一哥，你说那个姓唐的女人真的会来吗？而李毅却看了看一旁的肖战武说道，你觉得他会来吗？要是他确认儿子已经被你们绑了的话，那肯定会来的。那就没啥疑问了，他肯定会来的。你们还真把他儿子给绑了？我们有那么蠢吗？绑了人还在这里和你侃侃而谈，就不怕你把我们抓起来？那你刚才是啥意思？另外他儿子呢？他儿子现在玩得高兴着呢，这和我们没啥关系，我们只是让他误以为他儿子被人绑了，这不犯法吧？这倒是不犯法，但如果你们收他的钱就涉及到了敲诈勒索。呵呵，我是看得上他那三瓜两枣的人吗？再说了，我们手上有他儿子的欠条。看来你是把所有的后顾之忧都解除了，这么严密的计划，你到底是什么人？好人，守法公民。真的吗？我如果是坏人的话就不会这么麻烦了，有10000种方法让他说出事情的真相。肖战武沉默了，尽管接触不多，但是他相信李毅有这个能力。这里是涌现，希望你不要搞事，不然我会把你送进监狱的。我叫你来是和你合作的，而你这样放狠话就没意思了。肖战武点了点头说道，是我鲁莽了。就在这时，一旁的龙战军突然指了指远处说道，有人来了。李毅看了看远处，当即说道，既然这个女人已经来了，那咱们也按计划开始吧。听到李毅的话，龙战军等人便简单的准备了起来，而李毅则是和肖战武转到了后面。现在还不到他们出场的时候，很快唐美琴就来到了山神庙外面。透过火堆的亮光，唐美琴看到破庙里有3-4个人影，想到现在生死不明的儿子，唐美琴壮着胆子走进了破庙。你们到底是什么人？我儿子呢？我们是什么人你不用管，钱带来了没有？我儿子呢？再说了，我怎么就能确定我儿子真的欠你们钱？还了钱自然能见到你儿子，至于你儿子是不是欠我们的钱，你看看这欠条就知道了。唐美琴先是看了一眼上面欠的金额，看到竟然足足有1000多块钱，心里忍不住砰砰直跳。那啥，我家里现在没有那么多钱，能不能先给一部分，剩下的慢慢还？接着唐美琴继续说道，我是咱们卫生院的护士，我儿子也在镇上的粮库上班，我们母子俩一个月工资60-70块钱，很快就能还清。不等他说完，龙战军便打断了他的话，不行，今天见不到1000块钱你就见不到儿子。唐美琴顿时吓懵了，扑通一声就给龙战军跪了下来，然后哀求道，你们行行好吧，不要杀我儿子，我们肯定还钱。龙战军冷冷地说道，求我也没用，不过我倒是可以给你指条明路。什么什么明路？自首去吧。唐美琴心里咯噔一下，声音有些颤抖地说道，自首什么？我卫生院的那把火是你点的吧？你怎么？和我没关系，我不知道你说什么。躲在暗处的肖战武听到这里，忍不住看了看旁边的李毅，他转业回来已经3年了，也参与破过不少案子，多少有些经验，都不用多想，就凭这女人刚才这话就知道她有问题，或许真的像眼前这个家伙说的那样，卫生院纵火案就是这女人干的。龙战军冷笑一声，盯着唐美琴厉声说道，你知道被冤枉的冯六金是老子什么人吗？告诉你，老子已经查出来了，那把火就是你和你的亲戚放的，要不是公安破案需要时间，不然的话老子哪用和你瞎逼逼这些，早就把你丢到派出所了。实话告诉你，不管你要不要自首，这个案子很快就能破了，公安已经到城里的唐家抓人去了，下一个就是你。听到这话，唐美琴顿时更慌了，尽管她不知道这些人为什么会这么快就查到了他们的身上，但既然他们能准确地说出在城里的堂哥，那肯定是知道了事情的真相，这让她更加的惶恐不安了。我不等唐美琴说话，龙战军再次说道，另外你可能还不知道吧，你儿子可不仅只是小赌怡情这么简单，他犯的事情也比你想象的严重多了。我儿子怎么了？呵呵，你儿子为了还赌债，趁着值班的时候偷偷的将粮站里面的库粮偷出来卖掉，多余的钱则是四处挥霍。接着龙战军继续说道，你仔细想想，他是不是有段时间特别的阔绰，
唐美琴仔细想想，还真是，儿子确实有段时间花起钱来简直如流水，阔绰的不像话。你知道你儿子的行为公安会怎么处理吗？不知道。像他这种行为叫监守自盗，是罪加一等的，正常来说至少10年起步。十年还起步？唐美琴有些崩溃了，他就这么一个儿子，而且还是老周家唯一的独苗苗，这要是坐牢了，那可就真完了。我们已经掌握了确切的证据，只要将线索往公安那里一送，你儿子这辈子就完了。不要不要，求你们放过我儿子吧，他还小。想要放过他也行，我们的目的很简单，只要你把纵火案的真相说出来，还我六斤大哥清白，你儿子的事情我保证不会说出去。唐美琴很清楚，自己一旦去自首，等待自己的是什么，但是他却没有办法，要么自己坐牢，要么儿子坐牢。我自首，求你们放过我儿子。唐美琴彻底的崩溃了，儿子就是她的软肋，她别无选择。唐美琴这么一哭，暗处的李毅和肖战武都大大松了口气，他们都知道这个女人的心理防线崩溃了，接下来她想的就不是负隅顽抗了，而是如何戴罪立功，如何开脱自己。要是正常查案的话，到这一步基本上等于成功了一半了。待唐美琴哭了一会儿，龙战军便沉声说道，行了，收起你眼里的猫尿，还有话问你呢。你要问什么？你们为什么要火烧卫生院？唐美琴脸色再次一变，她顿时不知道该如何回答了。龙战军冷冷地说道，你最好是想好了再说，不然的话你儿子恐怕就要进监狱陪着你了。你们是从档案室里开始点的火，是因为档案室里面有你们需要销毁的东西吗？你们在掩盖什么？唐美琴浑身冷汗直冒，这些人太可怕了，竟然连他们是从哪个地方点的火都知道，而且这个人的心思太过于缜密，直接便联想到了档案室里的那些东西，进而推断出他们是在销毁东西。我能不说吗？你觉得呢？你去派出所自首，人家肯定要问你火烧卫生院的作案动机，你能不回答吗？唐美琴沉默了好一会儿，然后叹了口气说道，我们火烧卫生院是为了销毁一份住院档案。什么人的住院档案？我堂嫂以及另一个叫叶灵婉的女人的。为什么要销毁他们两人的档案？因为我和堂哥一家偷了叶灵婉的孩子。听到这话，李毅的心跳忍不住加快了几分，果然与自己预料的一样，唐雪并不是唐继中说的那样，是他的母亲抛弃了他，他是被人从亲生母亲身边偷走的。龙战军想到李毅的话，再次说道，详细说说这件事情。唐美琴略作沉默，似乎是在回想当年的事情，过了一会儿讲起了当年的事情。唐美琴记得那是一天下雨的午后，堂哥突然抱着堂嫂急匆匆地冲进了他们卫生院，原来是怀孕8个月的堂嫂上班的时候不小心摔倒了，孩子早产了。由于是自家堂嫂，唐美琴当即热心地帮忙救治，但很可惜，堂嫂自己的命虽然是救了回来，但孩子却没了。堂哥知道堂嫂很在意这个孩子，如果知道孩子没了，说不定会做傻事儿，所以他找到唐美琴，问他卫生院有没有那种生下来不愿意养的孩子，他打算领养回去，到时候就和堂嫂说是他生的。而就在这时，一个浑身是血的孕妇被送进了卫生室，这个女人的情况和堂嫂的差不多，也是因为不小心摔倒了，但是她肚子里已经足月了。经过一番救治，女人成功生下一个女婴，只不过孩子的气息也不是很强。当唐美琴抱着那个新出生的女婴，推着昏迷的女人走出手术室的时候，她再次遇到了准备处理孩子尸体的堂哥。堂哥唐继中看到他怀里的女婴，又看到孩子的母亲还在昏迷中，身边还没有个男人，当即便起了别的心思。他让唐美琴将自己怀里的女婴和他那个已经没了气息的孩子换掉，就说女人生下来的便是一个死婴，反正都是女娃娃，这个女人肯定也不会知道的。唐美琴原本还是犹豫的，但是当堂哥掏出200块钱后，她妥协了。就这样，堂哥将那个叫叶灵婉的女人的孩子带走了。而叶灵婉醒来后，得知自己的生下来的便是个死婴后，伤痛欲绝。几天后，卫生院来了几辆小轿车，然后便将那个女人接走了。听完唐美琴的话，在场所有的人都攥紧了拳头，看向她的眼神都愤怒不已。真没有想到，世界上竟然有这么恶毒的人。躲在暗处的李毅再也忍不住了，当即跳了出来。看到突然窜出两个人，唐美琴当即吓了一跳，当她看清楚李毅的样子后，当即吓得连连后退。你怎么会在这里？怎么见到我很不可思议吗？你这是你设的圈套，你是为了调查小雪的身世。是，不过你儿子欠赌债偷东西也都是真的，你再看看他是谁。你们说过的，只要我配合，你们就不抓我儿子，你言而无信。只要你乖乖配合的话，我肯定不会为难你儿子的。真的？当然是真的了，我不为难你儿子。我会去自首的，你想知道什么我都说，只求你们放过我儿子，他是无辜的。你儿子的事儿回头再说。我问你，小雪的亲生母亲是什么身份？我不知道，我只知道她叫叶灵婉，22岁，其他的我一概不知。你是真不记得？
还是故意撒谎？你要知道骗我的下场可是很惨的。我真没骗你。对了，他是被棉纺厂的工人送过来的，你可以到棉纺厂看看。我会调查的。事已至此，你应该知道自己的下场了。不过在这件事情上主谋并不是你，你要是好好配合官的话，还能得到轻判。该怎么做不用我教你了吧？不用了，只是我儿子。你儿子我可以保证今晚他就能回去。随后李毅对着肖战武说道，他就交给你了。炮号，我们会尽快破案，还受害者一个公道。